人和女孩的区别，女孩和女人的区别与以下几个：时期不同，情绪管理不同，成熟观念也就不同。时期不同的时候，女孩处于青年期或者是成年期、转变期，年龄通常都是在0岁到22岁之间，而女人处于成年期以至老年期之间，年龄通常是在22岁以上。情绪管理能力不同。女孩的心理还未成熟，情绪管理的能力相对于女人来说就比较差，无法理性的控制自己的身心情绪。而女人的心理这个时候已经成熟，情绪管理能力相对于女孩就比较强，也就能够理性的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三观不同的时候，女孩还未正式接触社会，相对于女人缺乏完全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。三观成熟低，而女人这个时候是有比较深的社会经验，相对于女孩来说就有完整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。